那我们来玩这个仓鼠的游戏。包包 ，OK。先拿到刚买的，点击等待，等待什么？等待袋 ，OK。等，会有什么？哦，这个包包 ，OK。说这是一个叫做仓鼠工厂的游戏，看到画风很可爱，所以就下载来玩玩看一下。光钱，哇，太麻烦了吧！哦，还一直按啊，给我做，自动化，自动化分配一位经理超过零亿。让它快一点呢。才只有18块钱呢，92 OK。不过最好的方法，最好还是先关掉它的 WiFi 吧。很伤心，这种店就是会有一堆广告，很久没有拍摄了呢，所以能不能快点啊？是做包包的，加快点。九，不想不然我就先这个先 OK， 好，我先 pause。过了5分钟，我还在 pause 这些有没有？啊，有点慢。看看这个升级会怎样？他就给你一个好像。例子的东西，
好像也不能做什么。第三 7.7B 这样的升级要多久啊？分配意味经理超过 level 1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就先升级吧。好，再过五分钟吧。两边都要按，也是蛮麻烦。它可以做什么？哦，升级电影宣传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？没钱啊，继续啊。总之就先一直升级，一直升级，升级看会怎么样。所以这个game是你要一直看着他，一直看着他做工，真是太麻烦了。好，先 pause 这吧，再过五分钟过来看看。五分钟了，时间过得好快。我好像是一点变化都没有。我打算就来随便看看一下这次需要做什么。137又太多了。看看这下面这些是什么？举办活动必收集卡片，有什么意思？看这是可以买别的东西之类的啦。宣传。OK， 进入下一个阶段。哦，太好了！那我需要先存。这个也是一种看广告的游戏。OK， 那行，我们先来看看下一个要做什么。升级 level 1到 level 2， 点击继续做什么呢？下一个加入是增加2倍，升级 level 1到 level 2。升级。OK， 我先不评价吧。一定要评价吗？很可爱，所以可是很慢，中间不能按。Fine， 就按中间吧。真麻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最好的奢侈品。手抓包 ，OK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。电包包在我们店里展示，好啊，你就快点啊。手提包耶，但是为什么毛茸茸的？啊，又没钱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呦，应该是零块钱。我不能从别的地方去升级了，两块而已，哈哈哈哈！那要多久？哎呦，天哪！80块。啊！升级这个会怎么样？剪，你给我剪。可分配的经理啊，已分配，聘请别针称呼警笛。OK， 看不到啊。看这个嘞，那我们先来看看会怎么样。更新了，新经理升级要100块，送你给我。
序吧。哦，自动化，哈哈，升级。一点快点啊，没钱了呀。不是自动化啊，怎么没自动化呢？骗我。剪啊，你剪啊。哦，升级了。总算变得有点好玩了。获取金鱼，我去获取金鱼。跳过吧。你会清哎、欸，我还刚刚才买而已耶。选择智慧好，提前分配给我们。哎，工作啊喂。经理的工作到底是什么？升级费用 ，OK。哇，这样就11分钟了，玩这个游戏。升级吧。哦，说是那个包包会自动出来啦，应该吧。OK， 是包包会自动出来的，那就一直升级，一直升级吧。可以哦，啊，太好了！亚伦比较厉害吗？还是需求零点？嗯，那那里吧。啊，这个也自动分配了，太好了！表示说我可以只是拼命的升级。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玩吧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对，电捕的话是怎么样啊？玩。还是是需要？哎，反正电捕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。那应该是需要等哦。哎呀啊啊！这还差不多。给我剪啊！你们剪啊！说这个能不能快一点？我都不用请那么多老鼠了。这个嘞。快点！哎，再过五分钟过来看看吧。暂时性有什么变化 ？OK， 所以现在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，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吧。目前为止玩了差不多快30分钟了。OK， 金币。
哼，是要干嘛呀？它在纸上滑动手机，干嘛要干嘛？是要擦掉那些东西啊。需要很大力气去擦掉那个东西的，那有啥用啊？啊哈，哎 ，OK， 嗯，对，要重新开始了。嗯，伟大的。你可以从现在开始进入商店。嗯，胸部。OK。一个吗？啊，谁？应该可以。啊，变成新了，这又要重新玩过，太烦死了。所以这游戏是要一直不断的重新玩过。好像是要一直不断的拿精灵啊！广告啊，完了，门关掉了。这猫的也是蛮可爱的，应该是同一个公司的吧。我来下载看看，这个也来下载。哎呀，不灵。Fine， 真麻烦。走开，走开啦！哟啊，算了，等下再下载。他不让我走啊，300块。那你不是经理吗？是不是快点呢？去吧，经理。Yes， 加600块，这太好了。顺便有一次，这是关于是不是？还不算是可以自动化的意思。就这游戏是要一直不断的去点击。OK。现在能做的就只有一直不断的捡包包而已啊。然后我的手机就这样没电了，这游戏也太坑费用了。等等，再这样下去就没电了。好，就这样子吧。哎，不想这样，要是也只能抢了。来吧，充电器。
所以是一直不断的更新包包，然后一直不断的来升级你的工厂，和你的经理跟仓鼠。也不是说不好玩啊，只是要等，就有点无聊。还好啦，就很可爱，但是很无聊。So， yeah， 就这样啊，好了。